好，我是大 K。我现在人在纽约非常有名的 Outlet Woodbury， 相信有来过纽约的人应该都很清楚。那经过几天的田野调查之后呢，我终于要跟大家讲美国的经济如何。先跟大家分享我第一个发现的状况，工资非常的缺，就是缺工非常的紧张哦。画面上到底大家可以看照片，包括一兰拉面非常缺人，在找人。然后呢，包括这个是哦，美国的邮局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好不好？纽约邮局也在征人。然后呢，包括汉堡店 Shake Shack 也在征人，还有这个 Outlet 也在征人哦，还有我们常去的 Starbucks 也都在，全部都征人广告。所以我要问 Vincent 哥的问题是，美国现在很明显有薪资通膨，那上个礼拜公布的物价通膨，所以薪资通膨、物价通膨、薪资通膨、物价通膨，死亡螺旋正在发生当中，那该怎么办？美国的经济面撑得住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样，我的帽子上面这个小熊呢，美股是不是进入熊市？好，请 V 哥今天有时间帮我回答一下。哦，屁股好烫哦，我先离开了，拜拜。欢迎收看，我是金钱豹啊。那今天我还是来这边跟各位报告，那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哦。那现在身体状况好很多了。好，那这个我是金钱豹哦，你还是要看这个 logo 哦，豹的头，然后要盖这个章首播哈、哦，不然你会看到重播的哦。希望大家呢，尤其是现在行情不好，你要赶快要认真看，好、哦、认真看对你有帮助。然后呢，我是金钱豹的粉丝团的 FB 还没有加入，赶快加入啊！我们有很多，有时候常常有一些活动，哈，一些抽奖的活动。那没有加入金科科好朋友的也赶快加入哈！这是我是金钱豹官方唯一的小编账号，好，这个很重要，好，因为我们什么讯息的话，可能都会透过这边来，哦，这个透除了我们粉丝团这边发布的话，那个金科科哈小编也会帮我们来关注一些大家的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大 K 哈，这个我每次都说他流亡美国了哈，他这个又问提了一个问题了哈。那当然我们回到现场哦，也谢谢这个大 K 的这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有人这样想哦，也会跟他一样，所以我们就一并来回答哈。那让大 K 继续在那边流浪哈。好，那主要大 K 讲到这个所谓的美国哈市场。就业市场现在很热，那为什么感觉跟我们股市的感觉啊，还有我们在看这个经济趋势哈、啊、走法了，好像又有点脱节了。那到底是哪一边有错啊？到底是哪一边对？那我们再讲哈，事实上我们讲这个所谓的失业率，或是什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各位要很重要一点哦，这个数字是所谓落后指标。什么叫落后指标呢？你想想看嘛，你景气一定要好一段时间，哎，你发觉你的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的员工忙不过来，好，就像那个你开餐厅也一样，你忙不过来，已经一段时间了，不是短时间哦，你才会去考虑说我要不要增聘员工，对不对？好，一定是这样，所以它是跟景气它是有的时间差有落差。那现在好了。那现在市场上美国我们看到美国的数据，美国那个职缺的数据那还是很热，哇，空缺很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讲说因为有时差，所以现在的这个热度呢，是因为去应该讲今年第一季以前啊，就是去年延续下来，就很多企业都去年都很赚钱啊，资本支出也很多啊，就像我们这个竹科一样，对不对？哇，这个你现在打开我们台湾那个征聘的人员也是很多啊，但重点是说这个会有时间差哈、哦？为什么？我们来看哈、哦，目前哦，各位画面上看到这有个新闻，美企的获利不妙，投资人心惊，到底是害怕什么？因为我想说哈、哦，大 K 在纽约，他感受到那个这个职缺就是征聘的人员的热度还是很高，这个有点像 FED 主席讲的一样。就经济目前因为看当然还是很强嘛，劳动市场的确是如此，是很强哦，但是经济成长未必，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说、哦、
当你现在连续升息之后，现在市场也是预估不只是这个月升息三码，下个月七月还要升息三码。那照这样快速升息的状态之下呢，很多的企业，因为我想说景气好不好，目前景气好不好，就接的订单好不好，公司的内部他最清楚。所以你看哦，美国银行经济学者预测哦，第一季美国经济第一季萎缩 1.4%，第二季虽然会反弹，但是只反弹 1.5%， 等于说只先萎缩 1.4% 再反弹 1.5%， 等于说回到原点而已啊，也没有很厉害。那重点是说美国有个经济研究联合会，他刚刚公布了全球企业哦，全球主要企业的执行长访问调查的结果，60%以上预料他们公司所在地经济啊明年底以前会衰退。当然大家想说啊，明年底还早嘞，对不对？现在上半年都还没过完，但是有15%的表示现在的经济已经衰退，所以代表说是让美国的企业已经感受到压力。那我们知道第二季也快要过完了，那美股第二季的财报大概是在七月要过中旬以后陆陆续续公告。那目前为止美国上市公司哦，大家在市场在担忧很可能会调降很多财测，就很多美国企业的财报还有可能会盈余不如预期，会不会衰退我们知道会不如预期。所以事实上就业市场，大家可以提问那个就业市场的热度跟目前，因为我们不可能是往后看，我们要往前看，会有时间差。那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这个都是世界级的大师哦。你看我们中间这是什么，2008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克鲁曼，这大家应该都认识。还有一个是前货币基金会学院的院长里普西兹。那他们这三位，那这个是前美国财政部长，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讲，抗通膨经济软着陆是艰难的挑战。意思就是说你现在 FED 主要政策等于说全力在抗通膨，那全力抗通膨之下呢，你要经济软着陆，事实上那个几率就很低了。你看嘛，美国股市反应先涨后跌，显见投资人对大幅升息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这个后果，这是市场大家的看法。那目前为止，等于说这三位名人他讲说现在是走钢索，那他什么？他说现在经济是戴着帘子手套摸黑绑鞋带，意思就是说你要软着陆有点困难。现在他们的担忧，那我想美国前财政部长一样，他说这个目前的状态，目前升息的状态是好像在微调老旧的浴室莲蓬头的水温，就我们讲说我们在家里这个水龙头刚刚开的时候不会马上就是热水嘛，因为那 管道都是冰的嘛，好要开一段时间，但是你又不能开太大，开太大的话就会烫，会马上就很烫，你不能直接冲嘛，所以这个东西调整要拿捏的非常精准。基本上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以目前的状态来看，你为了要把通膨打下来，强力升息，有点像暴力升息，有人讲暴力升息，那暴力升息之下呢，我想你说不会影响经济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软着陆的话这个几率就变小。那我们来看，现在唯一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讲说完全是就是都利空了。其实在上礼拜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礼拜五各位有看到什么？油价暴跌油价暴跌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全世界不是只有美国，全世界都在对抗通膨的时候，对通膨都非常非常大的隐忧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国际原油价格是暴跌的，那当然是好事啊，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目前为止市场上，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因为说实话你升息大家都知道，你就是要暴力升息的，这个月三码，下个月可能还要三码，大家这个都知道，那已经反映在市场上了。目前为止很大的变数就是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原油的价格会连续下跌的时候，我告诉你那状况就不一样了，可能后面升息的力道马上就掉下来了，这个很重要。那
那目前为止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知道能源股市场上有很多 ETF， 那 ETF 它有一个看跌的期权嘛，市场在交易的，就期货和选择权，你看哦，看跌的期权飙升，这代表很多人去买那个叫做 put， 就看跌嘛，他去买那个 put， 好，这部位是飙升。那你想想看，到底是有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哦，去建立这么大部位？那我们回过过去历史来看哦，这边有高点，哦这边那时候欧债危机刚刚过完没多久哈，这边有高点。那前一个最高这里的几乎跟历史高点一样，是什么？是在这2008年，就是金融海啸，就雷曼事件，就雷曼银行倒闭之前，不久的时候它创高。那后来呢，后来大家知道油价就崩掉了，因为油价下来不是说雷曼倒闭才开始跌，它是在雷曼还没倒闭之前，其实它就已经有开始回档，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回得很深。所以这件事情来看呢，你看哦，这代表什么？就是说，从五月公布 CPI 年增率 8.6 以来，哦，这个美国能源股哈，上礼拜嘛重创，所以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哎，有可能哦。所以好像有人先知道它会跌，很奇怪。但是不管，我们不知道是谁先知道，但是市场会告诉你，因为市场是老大。那我们就来看哈。这个是原油，这个美国纽约轻原油期货价格周 K 线，这是周 K 线。上礼拜一个长黑，那这个是今天白天的电子盘，电子盘没有反弹，继续跌。好，到目前为止，电子盘没有反弹，继续跌。所以你看前一波的高点，这个是俄乌开战那时候，好，那这个是上礼拜。那很显然，奇怪，俄乌战争也还没有结束啊，可是它高点没有过哎。高点没有过就掉下来，那是不是有可能成为 M 头？那这个跌下来的话是好事情哦，因为你跌下来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的这个下半年哦，油价就开始一波比一波高嘛，哈，这个一波比一波高。那你如果现在下来的话，其实对我们的通膨舒缓的压，这个舒缓压力是很有效果。为什么呢？各位看哦。我先让各位看这一张，像 CPI 里面哈，光能源的部分就食品跟能源加起来就占了20%，是很大。好，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油价掉下来的时候，那当然这个 CPI 就比较容易舒缓。那我们可以看到，我的预计哈，大概再过一个礼拜，这个是美国的克里夫兰联储，克里夫兰州的这个联储，他们专门就是在及时预测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的 CPI， 大概再过一个礼拜，有可能他这个预估值就会掉下来，这个预估 掉下来。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虽然这个黄色的柱状体是 CPI 啊，还有另外叫核心通膨，你看哦，如果你把能源跟食品的部分剔除，核心的 CPI 其实有没有像这个一路走高？没有哦。绿色的曲线是什么？绿色的曲线就是核心通膨，等于说不包含能源跟食品类，事实上它已经下来了，已经下来了。那现在唯独为什么这个下不来？就是因为原油。所以我讲说，现在各位投资人要每天要盯着原油看。如果原油进入一个盘跌的状态，那我想应该再过一周哈，这个预估值就会开始往下掉。那往下掉当然就是好事，这个就可能往下掉。那现在唯一比较不容易掉下来，就 CPI， 其实 CPI 里面我们讲通膨率有一个项目是最难搞的，就是什么住宅成本。就我们这个古今中外都一样啊，我想这个国外跟不管美国还是台湾还是任何地方啊，就你一旦租金的价格一旦上去，通常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它才会慢慢掉下来，它不会一时掉下来。所以说除了能源以外，我们还要追踪这个数字。那幸好目前为止就是说
好，这个绿色的部分就核心通膨，它是有慢慢在走缓，好，慢慢走缓，但是包含能源价格在内的还没有，所以我们期待哈，这个能源价格赶快掉下来。那短线呢？我们讲说短线，原油现在是最关键，因为原油如果盘跌的话，哈，美股随时会反弹哦。我讲结论哦，美股随时会反弹哦。那美股随时反弹，当然台股有没有机会反弹？当然台股就会反弹啦。我现在所以现在关键是在这个原油价格。那还有一个短线，我们来看哈，除了原油价格以外，我们来看短线的这个美国公债殖利率，它虽然有微幅往上翘，但是有没有创高？没有，它没有再创高。那我们就松一口气，为什么？你只要没有再创高哈，没有再挑战这个高点，代表其实哈，这个月升三码，下个月升三码，不管你升几码，已经通通被市场预期了，被市场反应了，被预期了嘛？你被预期了，你下个月再来升个三码，大家就我本来就知道要升三码，就不怎么样。所以反而说，现在比较大的短线的变动反而是我们就是要看油价。那现在反映到市场上呢？你看哦，这边是不是有多头抵抗？确实是有哦。好，这个是小道琼期货，我道琼期货的日 K 线，你看确实有多头抵抗已经出来了。它虽然是破前低，好，那如果看科技股呢？科技股这边也有多头抵抗哦。好，很明显这 K 线看得出来。好，虽然这个颈线压力还是很大，但是至少这边有多头抵抗。你那多头抵抗出来，如果说万一未来包括今天包括明年，就未来几个交易日油价还是继续盘跌的话，那有可能它就真的反弹哦。哦，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有操作所谓的指数期货美股，你这个地方追空有没有利？是不利的。你当初要在这个压力线去做空才有利，就是它弹上来。为什么你前一波弹上来？这个点刚好在哪里？就前一波这边，好，这个低点，你这边跌破，这边支撑会变压力嘛，所以这边是压力。你道琼也一样哦，你看前一波反弹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过不去？你看差不多哦，也是大概这个支撑你被跌破了哈，就反成压力。那你这个地方追空哦，我觉得也是要冒风险了，也是要冒风险，因为万一油价继续跌，它可能就反弹。好，那这个是罗素2000，也是有多方抵抗出来了，多方抵抗。你如果看这个罗素2000的这个月 K 线，你看这个位置哦，也等于去年的，大概去年的那个，就一个一年多以前的那个高点。哦，我上次有带那个月 K 线嘛，各位看哈，所以这边也会产生一个多方抵抗。好，那接下来那很奇怪，明明知道美股今天晚上是休市啊。那台湾到底今天自己在杀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跟筹码有关系，还有跟美元指数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美元指数上礼拜五是大涨。那美元指数上，我们知道美元指数大涨的时候，那外资哦，外资那一定提款嘛，外资一定卖超的。外资，所以现在股市哦，你要注意两个重点，一个是国际原油价格，一个是美元。美元如果很强，我刚才外资一定卖超。那外资一卖超，即便晚上美股休市，那我们自己还是自己跌自己的啊。其实也不能说我们自杀啊，因为这个还是因为有外资的卖压嘛，所以挡不住。所以你看，所以哈，我讲说台股的大盘哈，我们讲加权指数了，加权指数你如果知道要看它走势哦，那你就要看美元强不强，然后呢看台积电守了守不住。那问题是今天台积电还是破500啊。还是破500啊，所以我们反映在这个台湾加权指数哈，各位看这个没有办法，好很难，那你只能等美股反弹。那我刚刚讲美股要反弹，最好原油价格只要继续跌，美股随时都会反弹。所以这个地方你再去追空对不对？也不对啊，追空风险也是应该你应该弹上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哈。有黑 K 出现的时候你就要准备动作了，它开盘跳空你就要去空了，你这个时候追空又有点不利。为什么？因为你回过头看去年2021年这个本土疫情爆发的时候，五月份低点在哪里？ 有打两个长下影线，这是周 K 线，对不对？
两个长下影线，两个地庄，很接近了吧？很接近了嘛？所以你这个地方追空也没有用。我讲操作指数的人呢、啊，操作指数，你今天追空也不见得有利，尤其是期货，期货是已经破，为什么破？因为期货大幅度的逆价差，是因为刚好进入除夕旺季。那除夕旺季的话，它有所谓的除夕的抵减，好 扣底的减那个点数，所以 它逆价差会这么大。所以那个是因为除夕，不是说大家乱空啊，不是，所以你这边追空也不利了。那至于个股的操作呢？个股操作，我的看法是这样，利空是朋友，不是敌人。这我已经用过太多次了，太多次了。你看，有时候我在高档在空指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哎，好像也不见得会有事嘛。可是等到有事了，大家来追空，其实来不及，不见得有利的。那这个是指数啊，那个股的操作，我认为利空反而是朋友，它不是敌人。好，所以等一下加强定就很重要哈。那除了解答一些这个加强定的投资朋友的问题以外，很重要。我刚讲，利空是朋友，不是敌人，所以等一下有很多重要的范例，好，有一些重要范例要跟各位报告。以上。欢迎收看，我是金钱豹、哦、那今天呢，我想台股的部分、哦、大盘表现还是非常的弱势、哦、那今天呢，这个很多的不管是电子啦、传产啦、哦，都出现了一波比较明显的回档。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哦、会先来跟大家、哦、一起来探讨、哦、这一次、哦、到底呢这个升息的两面刃呢会影响多大、哦、那这边呢举出两位呢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一位呢也是哦。克里夫兰联准会的银行总裁，包括像梅斯特，他认为呢，这一次通膨要降到联准会 2% 的合理区间，大概需要花两年的时间。再来呢，前 FED 主席，现在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他还认为说，高到令人无法接受的物价可能会持续到年底。哦、那这边呢，其实我们回顾历史上、哦，这边有特别整理，美国每一次进入所谓的升息循环的时候，其实呢，对于、哦、整体的全球的经济跟景气呢，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当然，以这一次来看的话，今年哦，因为通膨高涨的关系呢，升息的动作是来的又急又猛哦。这一次的升息动作是来的又急又猛。那为什么这一次通膨会来的又急又猛、哦、我想其实这边呢，一起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哦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啦，还是被这个美国跟俄罗斯牵动的哈，所以这边呢也有一张网络上的梗图哈，可以举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呢，你看他手背上有一个美国国旗，他掐着这个人呢的脖子，这个人是谁？大家应该也很认识他了，就掐着他的脖子说：“哎，赶快妥协啊，妥协啊，撤军啊，撤军啊！”可是呢，你没有看到这个人还是一脸淡定，为什么？因为他。在下面呢，抓住了你的重要部位，抓住了美国的重要部位啊！哦，你掐我的脖子 ，choke 就是掐了哈、哦，你掐我的脖子，然后呢，我就什么 grab your ball 哈、哦，抓你的重点 LP 部位哈、哦。那他用什么手段啊、哦？美国用的是叫什么 sanction 啊、哦、？sanction 这个名词是所谓的制裁啊、哦。你掐我的脖子，制裁我没关系，那我掐你的命根子啊、哦。这边是什么？Oil 跟 gas 就是石油跟天然气，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看谁先撑得住，谁先受不了放弃，现在就是一个僵局了，现在就是一个僵局。那这个僵局呢，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因为其实这一波不管是美股或台股呢，再度出现急跌跟破底呢，主要就是在上上礼拜美国公布了五月的 CPI 数据来到了 8.6， 又创40年的新高，把大家真的吓了非常大一跳哦。本来呢，四月已经有开始往下掉了、哦，那预期呢，本来五月好也有机会再往下，但是没有，居然创新高，哇，出来这个大家吓了一跳。那核心通膨的部分呢，是连续两个月的下降，这个算是比较好。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呢，这个 CPI 到底能不能降下来？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哈、哦、，CPI 呢，其实这一次五月呢会再往上冲，主要就是两个东西贡献的，一个叫什么？
食品，红色这个部分，一个叫蓝色的这个部分叫能源。食品跟能源呢是贡献了这个五月 CPI 持续往上冲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那这个影响有多大？我再举两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左边呢是食品的 CPI 指数，那同比就是年增率，同比就是年增率，比去年同期呢涨了 10.1%。 那能源这个部分更夸张，比去年同期呢涨了超过三成，涨了 34.4%。 所以呢也导致呢最新出来的五月 CPI 的数据呢超乎全市场的预期，超乎联准会，超乎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期。主要呢就是这两个项目的影响，一个涨了 10.1%， 一个涨了 34.4%。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哦，这个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大家看到美国 8.6% 的CPI 年增率就吓了非常大一跳，但是在我找资料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其实除了美国之外，现在欧洲的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就举这边是德国的 PPI 为例好了。那什么叫 PPI？ 我们刚刚讲的 CPI 是叫消费者物价指数，那 PPI 呢就是什么？生产者物价指数。那生产者物价指数呢，这是以德国为例，因为德国呢是欧洲或者欧盟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呢德国在欧洲地区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它四月份的整个 PPI 消费者信心指数呢，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呢是飙涨到了 33.5%。 你可以发现哇，这个数字也太夸张了，也代表说生产商呢他面临了非常大的成本压力。那这个 33.5% 的这个 PPI 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会涨这么多，原因在哪里？其实症结点还是在什么？在能源这一块。那我们这边特别把细项列出来，你可以发现在最下面这个部分Energy 能源这个部分呢，比去年同期呢涨了将近 87.3%， 涨了超过八成。所以为什么德国的 PPI， 德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会在四月份呢飙出了30几%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涨幅，其实也是跟能源有关系的。那细项的部分我们就不再一一做更深入的说明，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这样子的情况呢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那现在其实市场有蛮多的经济学家或一些外资机构在预测了哈，这一波的通膨呢，如果最快最快可能也要九月才会见到顶点，九月才会见到顶点，因为接下来还有六月、七月、八月要陆续公布，那可能最快呢要九月才会见到顶点。那这也代表说这一段时间呢，可能市场还是会动荡非常的大，市场还是会动荡非常的大。那在动荡的同时呢，当然也会造成全球不管是股市啦、汇市啦、原物料啦，甚至包括像很多加密货币啦等等这些市场出现剧烈的震荡。所以我们就参考一下说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在第三季末九月或者说第四季初呢见到这一波通膨的高点。这个是小摩小摩他的一个预估值。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那为什么这一次市场的反应这么剧烈？因为呢为了对抗通膨，联准会不得不祭出严厉的升息动作。那六月已经一次呢马上改口加息三码了，但是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七月现在已经是这个六月中下旬了，七月还会有一次 FOMC 的会议，七月呢还会再加息三码那以目前的预估值来看，这是上礼拜的资料大概有接近八成，但是现在几乎市场都已经认定了联准会呢七月开会的时候还会再升息一次，而且一样幅度呢是高达三码那全年呢目前预估最高是会升息375到400 BP 啦375到400 BP。 其实简单来说的话呢，就是全年啦联准会会升息14码会升息14码，这个真的是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呢从未见过的这个升息它的一个速度如此之快所以也会造成呢全球的资金呢开始出现了收缩。那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风险资产所谓的风险资产，比如说像最近如果说大家有在观察这个虚拟货币，不管像是什么比特币啦以太币啦等等这些虚拟货币呢，它的震荡甚至它的跌幅呢都比股市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其实都是受到了这个资金紧缩的影响。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那因为呢现在市场的氛围是非常的低迷啦也让呢这个密西根大学的一个调查它会去调查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截至这个上礼拜已经跌到了 50.2、哦、跌到了 50.2， 那这个 50.2 呢甚至是什么跟之前、哦、就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呢有一点快接近那个低点，甚至现在的这个状况还低于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也就代表就是说大家对于未来、哦、景气的发展或景气的收缩景气的衰退那个担忧的心态、啊哦、是越来越严重的、哦、越来越严重的、哦、这个也举例给大家看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哦、有没有什么一些好消息、哦、前面讲了一堆大家觉得好像都是坏消息、哦、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好的 signal、哦、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比如说以美国来讲，美国呢它是 70% 是来自于消费所贡献的，那现在大家就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大家看到这么高的通膨会勒紧裤带、哦、把你的这个、口袋的这个钱呢再抓得紧一点、哦、就不敢消费、哦、那这个情况我们要从信贷的数字来去做观察。比如说我们这边有统整了美国它的全部消费者贷款，那有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跟其他贷款，那截至五月份为止、哦、整个美国的消费目前看起来还是维持正成长了、哦、红色这个是信用卡，然后呢有点棕色这一条线呢是汽车贷款、哦、灰色这一条是其他类的贷款、哦、目前大概都还是维持正成长、哦、维持正成长。像上一次比如说大家比较印象深刻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其实那一段时间你看、哦、它之前还没有分类、哦、大概2010年之后才有分类、哦、那如果说在2010年之前它用全部市场的消费贷款来看的话，你看、哦、08年发生了金融海啸之后整个消费的这个贷款呢就掉到了零轴以下，就代表真的大家是勒紧裤带在过日子、哦、那不消费东西就卖不出去，东西卖不出去呢就导致会、哦、厂商的这个生产啊等等的这些部分呢也会受到冲击、哦、所以我们要特别去观察在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有没有受到这一次通膨，我想一定会受到影响，但是会不会出现所谓的快速的衰退甚至变为负值、哦、这个我们要特别去关心。那就目前最新数据来看的话，民众还是愿意消费的、哦、民众还是愿意消费的，这是第一个、哦、再来的话呢我们看第二个，就是说我要消费我一定要有钱嘛，那我怎么样有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话，我就是要去上班、哦、去赚取我的薪水赚取我的工资，那既然要上班就是你要有没有工作可以做嘛、哦、这个才是重点。那比如说呢我们以美国目前的劳动市场来看的话，整个需求还是大于供给、哦、黑色这一条是劳动市场的需求线，然后呢这边、哦、这个虚线有虚线的这个线条是劳动市场的供给线、哦、那当然在目前来看的话市场、哦、大概有500万的劳动缺口、哦、这个劳动缺口呢是需求大于供给，也就是说其实只要你愿意找工作你是可以找得到，而且还有 maybe 两个三个可以选。那当然这500万的这个缺工里面、哦、有蛮多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比如说餐厅的服务员啊、哦、或者说像超市的这些收银员等等、哦、它不是说工资非常高的工作，但是基本上你只要愿意做你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哦、所以其实就业市场目前看起来还算健康。那当然未来如果说因为景气不景气、哦、这个经济不景气或者说出现一些经济衰退，有一些公司呢可能开始出现缩减人力啦，甚至包括像裁员等等，可能这个数据开始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差距就会开始慢慢缩小。不过就目前来看的话，整个美国市场的这个就业、哦、目前看起来还算健康。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虽然有通膨影响，但是呢在美国人民的消费端，在美国人民的就业端，目前这两个数据看起来是还 OK 啦、哦、还 OK。 那只是说呢这一次通膨包括像升息的影响真的太大了、哦、才导致呢全球的这个、股市呢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回档。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哦、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总经数据之外，其实呢有一些、哦、这个市场的专家他也会统计说有没有一些数据可以告诉我们说目前市场到底跌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哦、比如说呢这边有人去统计过、哦、他们统计的是中小型股为主的叫做罗素3000指数、哦、这边 Russell 3000、哦、3000家中小型的个股呢它现在的价格呢是低于所谓的账面现金价值的、哦、他会去统计这3000家公司里面当股市不好的时候你一定会一路跌跌跌跌跌跌到呢跌破它的账面现金价值。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每一次大跌的时候都会发生，比如说呢像上次哦在这里是2008年、哦、那一次是金融海啸嘛，那他们那时候去统计呢当时、哦、总共呢
有165家的公司跌破它的账面现金价值。那这个数据到目前为止五月呢，来数字在而已，是153家、哦、到五月的时候已经153家了、哦、然后呢到六月、哦、这个是到上个礼拜的，已经呢来到了167家，正式超越了金融海啸的高点165家。也就是说当市场上呢过度悲观或过度的恐惧的时候，有时候呢这个股票卖卖卖卖卖卖到最后，大家是不计代价的想要换成现金，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有可能造成哦公司的股价跌破呢公司的账面现金价值。那这代表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一家公司好了，它拥有的可能现金或者说类似现金的部位，比如说像是这个银行的定存单，它手上大概比如说它有100万好了，哦100万哦，这些现金啊类现金加起来大概100万的价值。可是呢居然这家公司呢它股票市场的市值只剩下80万。也就是说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一笔钱80万，你把这家公司买下来，其实你可以取得它账上的100万现金跟类现金的部位，这个相对来说是很划算的、哦、如果这家公司经营状况还不错啦，体质健全的话，那其实呢会吸引有心人呢想要去把这家公司吃下来。为什么？我花80万就可以拿到价值100万的东西啊，诶，这个当然是划算的、哦、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现在的市场确实是一个非常的低迷，甚至呢是跌破了08年金融海啸的一个这个情况、哦、所以当然你说这个讯号出现马上这个国际股市或台股就止跌吗、哦、当然也不是这么快，而是说这些现象都是有助于我们厘清、哦、现阶段到底台股也好国际股市也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其实现在是处于一个市场、哦、非常想要把它股票换现金的阶段，市场呢非常低迷，市场呢有点恐慌的这个状态、哦、这个统计数据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那再来呢我们还有一个统计数据，今天我们举例了非常多，除了总经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统计数据，这边也有人统计过，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呢经过了好几次的景气循环，那当然如果是景气衰退的时候呢股市是一定会跌嘛，股市一定会跌，所以就有人去统计过了，这边你看1,2,3,4,5,6,7,8,9,10,11,12 总共有12次的这个股市呢下跌循环。那这下跌循环里面呢有人去统计过、哦、平均、啊、这12次的跌幅呢中位数大概是 24%、哦、中位数大概是 24%， 那截至上周五为止呢标普500指数已经跌了 23%， 从今年到上周五已经跌了 23%，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就是说呢其实它已经跟这个中位数很接近了、哦、很接近了。那当然有一些就是市场很恐慌的时候它跌幅会比较大，比如说呢这边有跌 48% 的啦、哦、还有呢像比如说2001年这个是科技泡沫，那时候跌了 49%， 08年的金融海啸呢标普500指数更是跌了 57%、哦、但是这些是一些比较算是跌的特别多的，不然的话扣除掉、哦、这些比较常态的数字的话，其实大概普遍啊回档大概是两成或两成以内、哦、所以我们把这12次呢他去做了一个统计的话，这个中位数大概是在 24%， 中位数大概在 24%， 所以这个也可以当作参考，就是说其实越往这个均值靠近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呢先不要说大涨了，但是至少先呢出现一些不要再出现那种快速急差的情况，有没有机会，这个我们持续来做观察，这个数据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当然呢就现阶段的盘势来看，我这边有举了 4到5个重点给我们的金钱报的观众朋友做参考。第一个就是说加权指数上礼拜有破底了，那今天当然还持续破底了，走弱跌破前低15616、哦、技术面的形态上是偏弱的，那这时候呢就要密切观察新台币跟美元的变化，因为如果新台币还是相对弱的话，外资呢提款的力度就会比较大、哦、那以今天来看的话新台币还是呈现贬值的，所以今天呢大盘也是比较不理想、哦、以加权指数来说的话呢其实盘中最多也曾经一度跌超过200多点，那急跌之后可能随时会出现反弹、哦、急跌之后可能随时会出现反弹，但是呢在联准会维持升息的节奏之前，我想其实呢这个大盘呢比较难回到多头、哦、只能先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呢等待大盘打出底部、哦、急跌突然会来一根大反弹、哦、但是呢这个大反弹呢无法扭转这个走势、哦、没有办法马上让大盘回到多头，因为现在联准会还在升息，我觉得最快最快也要观察七月了，因为七月目前市场预期是升三码，那升完三码之后呢联准会他所释出的
会后的这个会议记录有没有对于这些升息也好或收缩资金的动作有一些比较和缓的语气、哦、或一些和缓的讲法，这个会是市场非常关注的。那再来的话呢，其实、哦、美国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哦、两个部分，消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我实际的买东西、哦、就像比如说我买一台笔电买一个电视之类，那另外呢消费还可以分为什么服务型的消费、哦、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服务型的消费呢仍然低于疫情之前、哦、这个部分既然低于疫情前，成长动能就会比较强，而且呢有一些、哦、消费型电子产品的库存非常的高。其实我们从年初以来，不管是来到金钱报这里，或者说在其他的这个包括像脸书的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都有讲过哈，今年其实消费型电子产业呢，年初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不明确哦，或者说呢比较出现了这个比较保守的这个讯号哈。我讲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提醒了哈。那这些部分呢，下半年的产业景气呢依然不明朗哦，因为消费者缩减买气嘛，而且呢库存很高的情况之下，你要把这些库存慢慢消耗掉其实需要时间。再来第四个、哦、消费者的支出、哦、它会转往所谓必须型的消费型支出。那什么叫必须型？就是什么今天不管外面刮风下雨出大太阳，还是说不管哪边在打仗，还是不管外面美国升不升息，你都会做的事情，你都会进行的消费，这个叫必须型。那必须型呢就是有包括像民生消费，比如说我们每天还是要吃饭嘛、哦、我想大家一般正常来说还是每天会吃早午晚餐，吃三餐，你不可能因为 今天乌俄战争你 就不吃饭嘛、哦、这个是属于民生消费。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医疗、哦、跟这个生病、哦、如果你是要看医生的话，或者说呢有一些人他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哦、比如说像什么糖尿病啊等等啊，这些其实你该固定回诊的，该固定去吃这个药的，其实这个也不能断、哦、也不会因为外在情况的变化你就不吃药不看病的、哦、所以呢通常这种民生消费必须的，还有呢像医疗这种、哦、产业呢它会相对比较稳，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资金呢往这个避风港走，甚至还有包括像什么传统、哦、我们的电信股，比如说像什么中华电信啊、远传啊、台科大啦、哦、这些呢也是属于防御型的标的，资金就会往防御型比较不受景气影响的这些产业来去做移动。然后最后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做好你的资金控管、哦、我相信以今天这个大盘来说，像很多的这个航运股啦，什么长荣、阳明、万海，这个都是去年很热门的股票，那今天一下子急杀，我相信呢很多的融资可能今天都会被迫卖出。为什么？因为维持率可能岌岌可危、哦、所以在这种非常时期，从特别是今年以来、哦、如果说你去年可能因为某一档个股赚的非常多，但是你今年还是维持这种所谓高杠杆、哦、开很大杠杆 的做法的话，其实你可能呢遭受到的这个损失也好，或者说可能面临的风险会非常大、哦、所以今年、哦、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资金控管、哦、而且呢避免杠杆操作、哦、那还有呢就是要挑选今年还是具有成长性的产业为主、哦、这个才会是在这一段呢非常动荡，甚至呢盘势非常低迷的时候呢，可以让你、哦、持盈保泰的一个方法、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有关于在下一个阶段、哦、这个是我想这个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哦、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哦、就是高飞狗。那我想这一段时间的整理或许还要延续一段时间、哦、但是呢我想也是持续我们帮大家做功课，或者说帮大家找未来投资方向的机会、啊、所以下一个阶段的主流股、哦、到底是什么要开始高飞、哦、高飞可是高飞的取个谐音、哦、下一个阶段的主流在哪里、哦、我们在我们的加强力的部分呢会再帮大家过更进一步的说明跟解释、啊、